你谁是姐姐，谁是妹妹？你猜啦！我靠，大概都得去赢啊！你叫大人猜，太老啊！比较好玩嘛，你比较好玩。你是姐姐对不对？错，我是姐姐。姐姐对，我是妹妹。Okay. 我是佳佳，我是姐姐。是，我是妹妹。对。你们在家里哈，平时你们爸爸妈妈会不会认错你们？啊，不会，不会，没说就会啦。我相信刚才那个嘟嘟姐妹，她不会太明显的，所以她妈妈比较疼那个另外一个小的，给她吃很多吃很多，才看得很明显。你们两个，我相信你爸爸妈妈都搞不清楚，所以你们都讲得很 even， 都讲得很平均，都讲得一模一样哈。哦。好，今天要唱什么歌？第一首要拍这首不见歌曲，这首《蒙阿波雅嘎奇》，一首快歌。蒙阿波雅嘎奇。蒙阿波。蒙阿波雅嘎奇。我发音不好啊。蒙阿波雅嘎奇。蒙阿波那唔嘎奇，我把都把海湾马奇。啊？蒙阿波雅嘎奇。蒙阿波雅嘎奇。好好好，来，掌声给我们的闪亮姐妹。谢谢。